美生早。哎，要我调到正面的角度吗？啊？我听到我发紧来了。我比你国企啊，出来是袂济吧？啊，国企啊，比较袂惨。小文，你们做的那个服务业本来就是取代性高，所以薪水就不会高啊。要不然你看你要不要熬一下当游戏直播主啊？我到了三百头，看谁呀？化个妆，然后穿。你看现在多少人？多少人化个妆，然后穿拉一点，然后当游戏直播主，就算多少了。别来这哦，来这有新来哦，登车哦。哎呀，我怎么会变成皮条客了？来这哦，来这有玉器哦。哎，你去搞会不会？他没，他不会，你不会，你不会，他没背啦。然后还会这样招手，来，我没背啦。就个短袜合身都袂差哦。你买九百了，我收也不比你少个。哎呦，我操！那广告吗？哦，我看到广告了。哎呀，好啦。哎，差啦，阿妹啊。哎，其实再用十久啊，拢无来买啊。哎呀，温拔造假。用十几年啊，都。我十几年了，还到十八。哎呦，安琪也是行啊啦哟、哦！这个在哪里？今天在东京市场。开早餐店，过来开早餐店。东兴市场这边有地址吗？哎，六米街这边是六米街22号。你从哪边进来？东兴市场。那个最有名的那个香菇肉羹进来，第一个路口左转进来就看到了。我感觉变臭味麻辣布。嗯，树林，哎，你从东兴市场那个香菇肉羹进来，第一个路口左转就看到了。这边有停车场吗？这边有停车场。但是很容易买。小文要吗？你可以先去注册一下退取，看你要不要熬。嗯，现在很多。游戏直播组都这样子 ，Twitch 跟 YouTube 都两边开。无什么物件是你讲的，无什么物件是无价值的啦，我买。
包鸡的，一根肉的没关系，两包大。那边重新上架了。八哥早。哦，我想大号啊！又下大雨了，又下大雨了，又下大雨。这边雨超大的，人工走。哦，谁说的？你看那个。天才娘娘太都几岁了啊，照样等一下他的粉丝要来围剿我了，不要说好。有好几个直播主都已经是当妈了，好不好？当然天才娘娘单身了哈，他的粉丝不要干掉我了。播主的粉丝都不能乱走，要不然他们都会出征。那你看有一个女直播主，人家靠一手要爱爱就红到翻天天了。是我好吵还是女生好吵？还是都很吵？谢谢。对啊，衣锦啊，人家只要在那边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人家这样就十几万点。你别大家直播四点钟都没有五万点击啊！啊！今天礼拜三，大理是礼拜四吧？人之初早。他们都在讲话啊，一百块。两块，
大无啊，你袂了。后壁，几烧诶？你啊后壁顺路啊？啊！要前面，我们就来看前面。要前面，我们就来前面。啊！加到你要怎么卖？关了。215啊，什么？两条啊，对。加酒啊，对啦。加酒啊，两条。我直播的时候跟对着镜头像爱要爱爱在那边扭，你看吗？好，装好了，然后看你要黑胡椒酱还是蘑菇酱都有。它这样一包200，这有10包，10盘面呢、啊，找完呢、啊。酱不用钱啊，就是酱。酱不用钱啊，酱是送的啦，面酱200块。哦，起来头前较靓诶。没啊。我跑来前面这边有风比较冷。哎呀250给你，大致的。100的。来，我先在这边叫着10分钟，我再。
Francis 走。有吴郭鱼。有红米螺啦。哎，顺起嘛，搞啥？干没关系吗？那个方包一百，那个是150，再加200，450。对啊，今天还是下雨，明天就会喝低啊。角度好，这角度也没比较好，继续移到里面来。今天这个角度比较好。今天这个角度比较好，物件看好较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那虾仁卷，阿伯，150。好啦，阿退，阿退出。哎呀，穿衫，还两千三，两千三，啊，我两块，我两块两千五，三千，白莲蛋，我的，两千五，两千五，白莲蛋，剩下嘞800。要前面的角度人多开始喊才会好。老铁，昨天那个怎么样？昨天还能进去。那你刚刚跑后面，你跑前面，你有看到有什么好角度吗？这种天气要人多很难，下大雨。啊，我现在先走了，拜拜。
快嘞！快姐，快了。东兴市场有啊，鱼货类。今天有什么？鲑鱼头、鲑鱼、咸鱼、红泥螺、蛙鱼、金鲳、鹅啊、黑鲳，今天有黑鲳、虾子、章鱼、章鱼脚。OK。500块的话六只，还有你要买三的话就先低吧。500块双子啊，他说一只的话一百。不要会有找。哎呦，小甜甜怎么会上线？中来都是在厝的休困来啊。啊？你有看到无？一个大咧顾无？规划要去新北吗？现在没有。鱿鱼头、鸡腿。伊咧遐做过，那种实习过鸟经。到最后一种感动，我就收，然后就。